黑罗刹，明明还没到卯时啊！等会儿，何翔。 冷不冷啊？喝一点暖暖身子吧，啊！还好我们干倒了，不然你就似有预顾了。你为何会躲在荷塘中？有人要杀我，我一路逃，别说荷塘，他还跳到荷塘中寻我，我躲在污泥里，气也不敢喘。 幸好有何夜者神，不然，若是这样，那人想来寻不到的，又折回了酒馆。你可看清那人的样子？你，快！ 谁也救不了我，除非他死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接到我府上！ 吩咐的我都做了，你也要做好你该做的。哼，不过是死囚牢里出来的犯人罢了，还敢威胁朝廷命官吗？我只是在做事，一切都已经铺垫好了，只差一个收尾。挑的地方在哪里？从前的尚书府下面。倒是会挑地方。 知道了，一人的黑罗刹是又如何？一张黄历一个人，他这几天还在行动，这你也都知道。我跟你说过，不要碰你不该碰的东西，青儿。 为父是有苦衷的，夺人性命的事情有什么苦衷？李炳的父亲3年前也是他杀的，这件事情难道也是您授意的？
不说话就代表默认了。父亲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。来人，老爷，送小姐回房间，她需要休息。父亲，带走。小姐，请。父亲。 行李和盘缠都在车上，为你们备好了。到了码头，船即刻便能起航。能把你们送出这是非之地，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。走吧。 爹，俺好不容易找着俺哥了，但他就是狠不差，他杀了可多的人，咋会这样啊？哥，啰嗦，真是没长进。3年前，是你杀了我父亲。 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有人让杀，就杀了。这么简单是吗？不然呢？哥，你骗人，你肯定是有原因了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个好人呀！闭嘴。
我怎么也想不到你这样的窝囊废也能来神都。不过也好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可能抓住这个李冰。冰爷，你小心！哥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你还是滚出神都吧，滚回家。